朋友，我是代表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2500個港區的政協委員的聲音。我們是認為呢，人大釋法是絕對是合法合憲依法是作出的，我們一定要呢團結一致，要踢走任何一些是影響我們國家的主權安全、危害香港的法治、危害香港長期繁定穩定的人士，我們一定要踢走他們，不能由他們入去立法會。在這裡呢，我們都要呼籲我們的政府呢，一定要依法這樣去執行人大常委會的釋法的內容，不要容許這些反獨分子入去立法會。我們大家一直要團結一致，撐港反港獨撐釋法。